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07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 SS104 号的 Nightbird 夜鹰。夜鹰啊，变形金刚的真人电影啊，一向呢把 G1 的人物呢做非常颠覆的设定啊，比方说红色的铁皮啊，到了真人电影里头被变成了黑色。当然这个变动呢有好有坏啊，但是颠覆性的巨大的话呢，应该是挺客观的啊。然后这款 Nightbird 的话，先前的话呢，在第七集的这个正统产线里头是有推出一款了，这款我自己觉得做的还不错啊。那这两个相比较的话呢，我一开始会觉得说 SS 好像做的也没有比较好啊，除了说胸部的话呢多了一层的破碎感，可以折叠啊，可以推车头灯之外呢，好像没有什么比较优秀的地方。确实，即使是玩到最后吧，光是这个背包的处理的话，之前的这一款 SS 的，不对，这一款第七集的这个背包虽然造型也是很丑，但至少比较薄一些。那还它还多了一个，武器可以变成这个两个手爪。那么头雕的话，这个则是有露出，至少是脸部啊。这一款夜鹰的话呢，就比较科幻感一点，但整体来说。经过了一两天的把玩之后，我觉得两款真的是各有所长，如果可以的话两款都入吧啊，两款都入吧。那它的一个特征的话都是这个裙甲两个都有，然后胸部呢都非常的巨大啊，虽然说完全看不出来是女角，而且在电影里头呢几乎印象里头的话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飞吧啊，所以到后面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致敬它是有一个翅膀的原因啊，但这个翅膀有点太小了吧啊。武器的话呢只有配备一把刀，刀的话呢平常可以插在这个腰间，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拿在手上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它是这个配色的话呢，我要先讲一下它的配色，其实相较于这款第七集的产线的话，这个配色当然是比较好看一点啊，至少色调上来说可以跟这一个它的一个 boss 的话呢，这个天灾的话至少还能够稍微搭得起来。那我这边讲个坏消息啊，我这款天灾坏掉了啊，这个真是让人家是觉得悲痛欲绝的一个消息啊。我在变形把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被我折断了啊，断在哪，断在这里头啊，这个实在是到底怎么玩的，我怎么玩的，它变形完之后怎么把它给扯断了呢，哎呀我好难过啊，非常难过啊。这个是我第七集的这个玩具里头啊，虽然它是 SS 线，但是就是最应该说今年之内吧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了啊，结果被我自己弄坏了啊。有没有人有这个有一个二手啊要抛售啊，或者是说这个损坏的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手啊跟这个部分啊可以让我做替换的啊，有没有人啊可以给我留一下你的联络方式啊。好吧，那个这个终于把他们这个 SS 线的这个三个反派都给凑齐了啊，这两个颜色其实还是挺有搭的啊。作为一个电影系的玩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它比较接近领袖之证的F1 版或者是 Robots in Disguise 的一个版本，就是以一个双动关节的使用啊，还有它的一些人物的这个身形的一个比例手感的话，我真的觉得是比较接近领袖之证的时代的玩具了啊，特别是这个脚的部分这种折叠的手法吧啊。那按照说明书的话它这个好像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一片有必要这么大吗？就我们稍微把它给往上折一下好了，就折成这个样子。然后可动也给各位看一下，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然后手臂360度的转动，那没有问题。肩上这个甲胄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是应该把它给折起来。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啊，手肘啊弯超过于90度拳头无法转动了。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裙甲的话呢可以稍微动一下。脚的话呢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所以可以弯超过于90度，那一个脚踝一个往内折的一个关节。如果说你有支架的话，其实这款玩具的话呢摆动作是不难，但是由于裙甲的跟背包的话呢都是过于巨大的关系，所以感觉它就是很胖啊。那如果不跟你说它是一个女角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就想象到说这个角色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设定啊，基本上就是没有。造型的一个累赘度还是比较大了。认真说，它甚至是，对不对？这两款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其实两款真的干脆有行有余力的，两款都收。我们来到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那个背包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松开，然后整个背包的话提起来。这个部件的话呢，整个背后的大背包的部分呢，整个翻转180度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惊喜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胸口啊这个地方啊，从这里它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在这里啊，整个把它给松开来，整个挑上去，挑上去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引擎盖这个部分包过来，包过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个两头的这个胸口的话，把它给打开，
然后把这个车头给扣起来。我的变法吧，是一定是先把手部呢给变形完成，推到内侧啊，就注意啊这个地方，这个孔洞啊是要朝外侧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了啊。腿部的变形是这样啊，这里有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可以拉出来之后稍微转动一下的。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呢？把这个外摆内收转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腿大腿大腿的部分呢往上面推到底，然后黑色部件往下面推啊，看到没有？这样子推进来，整个给推进去。再来呢，把这一块裙甲的部分呢给推到前面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刚好可以面去上去了啊，推到这里。然后再把这个部件给推过来，这个斜肩推过来，这里有一个，哎，这个滑槽把它给扣进去啊，腿这边就变形完成了啊、哦。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先把这个裙甲，这里是个双动关节啊，转一下转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分转出来，再把这个外摆内收翻转之后，将大腿这个往内推进去，推整个推到，记得啊，推到整个是推到内部去啊，推到内部去，然后黑色的这一块往前面抵过来。这个部件呢再转过来，转过来这边之前先把这个车子的这个侧边这里先把它给合起来。那这里合进去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就记得把它的这个凸啊，要把它记得给塞进去。好，扣进去了啊。好的，好，扣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斜肩本来这样把它给捏进来，然后这里有一个滑槽到这边把它给滑进去。好了，到这里了。最后的这个尾巴这个部分啊，不是尾巴，就是这个背包的这个部分，把它这个部分给推进来，到这边，整个给塞进去，直接这样子啊，能够塞得多进去就塞得多进去。然后侧边这里啊有一个凸啊，对应边这里有一个凹槽，这里也是稍微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啊，因为这个公差是一个算得很准的、啊，捏一下扣一下，啊，我们这款 Nightbird 它的一个变形呢就算 OK 了啊。然后它的武器可以收纳在这里。它这里不是有个凸吗？它这里有个缺口，从这边，好，把它给扣进去。我们来看到这款夜鹰的车形态，由于是有车商授权吧，所以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啊，特别是车尾的细节啊、难得有官方的这个大货的玩具呢，后方的车尾做的这样子的啊。那也是透明的挡风玻璃啊，那前面的一个车头有一个狂派的是他们的一个派系的一个标志，恐怖金刚的一个派系标志，车型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底盘的话呢也收得非常的扎实，这个就是特别是他说了这么小的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有领袖之证 F1 版时代的玩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各位不知道，如果你手上有这一款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两者的变形有 80% 几乎是一样，可以说除了背包有一个转动的方向是这款没有的以外，其实它整个手部的收纳啊，手部的变形完全一样，腿的话呢也是大腿的话呢啊往上面折进来啊，然后小腿这样包覆进来，甚至连这个脚掌都是有一个反折进来的一个位置在这里。所以说吧在变形的时候就感觉说怎么会这么样的接近，甚至他身上的各个大大小小的废话放同一个角色嘛，当然要做的类似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配色来说，当然 SS 会成功非常的多了，这个色彩是正确的，这个中的五彩斑斓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把它做的不像的啊，当然真的是不排除了啊。那在车子的一个轮框的部分，两者的造型也是不同的，而这一款的 SS 的话呢它是有打铆钉的，各位可以看到前方是有打铆钉的啊，推一下啊，非常的流畅，相比较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呢就逊色了一些些。那武器的收纳呢SS 直接收到车底，这一款的话有点创意，就把它变成一个车子的一个尾翼的部分，当然这个以还原度来说当然就不如这一款来的一个直截了当了啊。那整体来说吧，说起来的话这款玩具的游戏性把玩的乐趣性还是相当不赖的啊，我还是强调一次，它有领袖之证 F1 版时代玩具的那一种把玩性，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机器人的话呢，她的人形态实在是不够性感了啊，这个有一定的想法上的一个落差就是啊，不过不影响它本身还是一款不错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我非常难过的是啊，我的 SS 的这个101号啊，这个断掉了啊，哎，非常的难过，坏了我这天的好心情啊。那谢谢各位姐姐的收看，我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